猴冰斗啊，这是香港话吗？这是广东话吧？广东话。嗯。啊，你喺边度嚟啊？那香港话怎么说？你在哪里来？你喺边度嚟？你喺边度？你喺边度嚟？你去边度嚟？那你猜我是哪里人？我猜你哪里人？嗯。哇，很难猜。猜一下。那地我很多地方我还没去过。你猜一下我像哪里人？哪里出的最多的美女啊？我哪里的地方是最多美女？杭州幸福，你真的好会说话。这个是苏杭两地啊，真的，我们香港人不会说话的。我是山西人，山西、啊、山西，您知道吗？哦、山西，对，一座山的山，山西。对，您知道这个城市吗？属于北方的。对，北方的。嗯，啊，我教您一句山西话好不好？山西人是不是很白的？很白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很白。很美，很美，这个我不好说。啊，如果你在香港啊，你可以去选香港小姐的也可以。哇，最起码第三名之内，第三第二。真的情商很高哎，师傅。嘿，你呀、啊，一定拿。我给分了，我打分了。哇，最起码第二名。哇，刚才你走过来，身高，你的高度，你的美，哎，最哇，我一会儿一定要多给您。我在香港出生六十多年了，六十六年，我在香港见的女孩子很多很多。哦，嗯、我一会儿要多给您车费。你下地啊？你男朋友一下地啊？嗯，你上街啊？啊，很没有安全感。哎呀，每个男孩都看着你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等一下下车。没有了。哎，你在街上再说说话。哇，各个男的，有七个男的走过，九个男的看。太，你不行啊！你等一下下车。师傅，你不要这么快走进酒店，你在那等一等。大六婆藉住问问题撩的士佬吹水，之后叫的士佬估自己边度嚟。你讲普通话，系人都知大陆嚟啦。的士佬梗系乘机赞好条女好白好高好索，赞到大六婆信心爆棚。最搞笑系的士佬叫大六婆可以参选香港小姐，一定入三甲。如果佢系评选，执硬第二名，条女开心到不得了，表明一定俾贴士。嗱，呢啲咪识做咯。的士佬大力落鞋油，大六婆又开心，双赢。但系的士佬过分擦鞋，好似冲红灯、哦。的士佬你都系专心揸车啦，赚个少少贴士，好易跌钱加扣分噶。